前柔软，常常在想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。是留胡子，应该也挺好看的。干什么？有人打听过中的，你坐好了。对了，你会来看我比赛吗？到时候看，不一定赶得上。哦，对，也是，你太忙了。你是什么星座啊？我都不知道你是几月份生日。212，水瓶座。2月12，那我们认识了。我那天在干嘛？我们聊天了吗？没怎么聊，准确来说，在见面前，我们什么都没聊。我们还见面了。卖关子呢，吃拉面那天。嗯。你怎么不说呀？不是请你吃面了吗？那，所以，你找我喝咖啡，找我跟孟小天，也是因为过生日。碰巧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那天回家的路上，你还在自我介绍，说我叫殷果。那天咱俩的关系，我要是主动告诉你，你肯定会尴尬的。错过了一次生日，没错过。不是在一起过的吗？不一样，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呀。要走了吗？走吧，你到了告诉我。那我走了。嗯。
想见而不能见，闭上眼，你的身影让我如此想念。相遇到的那一天，色彩如此鲜艳。那个，怯懦消失不见，你的温度让我勇敢，像个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你身边，且柔软。常常在想，是什么让一切发生？每次都躲，又不是没亲过。原来带着无限宠爱，直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，不再离开，一起面对平淡。那个吗？对，其二点。整个世界那么甜，去实现没有实现的诺言。我走啦。嗯，应该好好吃饭，多喝水，知道吗？不然我会担心你的。哦，知道了。去吧。不安和怯懦消失不见。你的温度让我勇敢。林亦扬。像个小动物一样蜷缩在你身边。且柔软。常在想，是什么让一切发生了改变，有备而来带着无限崇拜，准时到达接住那颗想要长大的心，不再离开，一起面对平淡和波澜。